最近一年中，别人为了这些政治人物，包括社团媒体，甚至连政治事迹，是他要请你去出去表达他的意见。那最近一年中，你对这个议题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关于要给别人出去表达的解释。接下来，请问你多少跟别人面对面的电话中才讨论政治的议题？Stop it.
政治的光有点不同，有些看完的时候有些看完的不同，所以你都不会觉得说在看完这些的情况下才会觉得你觉得更是有关系，所以你懂不懂这些题目没给的重要说的以上两时人提供有兴趣的政治和本身的研究，网络好像是提供你有兴趣的政治。好，第二。